又回来了。然后在卓然真的是对我来讲，它就是一个我会一直想来的地方，根本就是老公我不想回去。你的最爱。其实我就是很喜欢这种环境，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想要再来再卓然第二次的原因，越上面的 view 越好，因为阳光也越充足，可以长期住在这里。长期还是我们入股，我们在投资在新盖。直接投资有没有？顶楼的露台，快点过来看这个湖！天哪，这个 view！进来了哟！哇，哎、欸，是真的有一种快木香、松香。哎、欸，好适合我们在这边开会哦，公司的人来开会喽！真的开会好疗愈哦。然后我们今天要聊对，然后今天要聊什么？大家这样，然后喝茶喝了，然后大家都很那个思考变很慢这样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来到了露营车的区域了。哇，你们看，每一个露营车的颜色都不一样哎，好可爱哦！你看黄色的、紫色的，太可爱了啦！哇，女王，你说来，噔噔，下音乐下 Q， 噔噔噔。为什么不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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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也是不同的 feel 哎，然后这也是不同的 feel 哎哈，这好像看起来又更典雅、更可爱了一点，比较可爱，而且它不是拉的，你看它是侧边这样，啊这样，好可爱哦，侧拉式。这真的可以让特特睡，你知道什么？他都不会摔下去，因为他两边怎么睡都不会摔下去。对啊，好安全的感觉哦，好棒哦！哎呀，小熊熊有灯，然后你看他连，我就说他们的洗手台，真的是他们就是要故意每个洗手台都不一样颜色，这像果冻哎、欸，这他真的每个都好像果冻。对颜色。对啊，好可爱哦，好漂亮哦。你们去民宿已经有做到40，对对对，下午茶。哎、欸，那边好像是可以上厕所的地方。每一台车其实车子都有洗澡的地方哦，但是你要上厕所的话，那边也可以上哦。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吃，不然会老掉。好的，连着一起享用，好好吃，好清甜的，有那个香菇味，它里面有放这个香菇，香菇，然后还有，你有没有乖乖吃饭？还有海鲜、贝类，然后还有白菜，好吧，我们等一下，还有伊比利猪肉，哎呀，所以这个汤喝起来很清爽，我觉得这边的菜每一道都是视觉看起来也都很清爽，吃起来也是一样，口感都是一样。没有负担，然后都是很天然食材，超级棒。嗯。那你的，你有没有觉得嘞？哦。那不是音乐啊。生日哟，嗨，好，祝他生日快乐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有一些惊喜要给他哟，大家快乐，咚咚咚，关了，超快。来了，什么样的惊喜呢？
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还是有一个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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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还不能吹，还不能吹哦。拜拜，这是什么？生日蛋糕。哦，在那边送花啊。快乐。这是麻。生日快乐。谢谢谢谢，哇。这是文的。因为我妈妈是11月14号生日啊，明天，然后文是11月11。对啊，想说我们可以拌在一起。大家早安，现在呢是早上9:08，我们现在在餐厅，昨天吃晚饭的地方，然后要来吃早餐。它的早餐很厉害耶，它是一个套餐，叫台湾闽南早餐。你们可能想说，怎么只有我一个？没有错，因为维恩现在正在陪特特睡觉，因为特特现在可以睡过夜，所以维恩没办法跟我一起来，不然特特就没人顾了，有点可惜。不然这个早餐，我觉得他一定会很想吃。哎呦，那我要来开动喽，特特，开动！是的，是的，美好时光总是特别的快。对，我们又来到要离开的时候，我才真的舍不得离开。那后面的湖景真的是太美了，太漂亮了。对、啊，我们今天其实清晨6点我起来，想去看一下云海。对，但可惜的是今天湿气太重，对，所以都是雾，所以没办法看到这个传说中的美景。我相信我们下次再来一定有机会，我就常来。但我们也很谢谢在卓然，其实除了我们这样子这次的开箱之余，他还很大方的就提供了住宿和餐券给我们，就是只要朋友们在下方留言，只要在下方留言说我爱在卓然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就写我爱在卓然，你就有机会抽中餐券和住宿券，在这边的。是什么？露营车。露营车，对，可以在这边抽到露营车来这边住哦，一石二补，耶、yeah! ！好的，好的。那今天我们维恩跟嘉良的王室生活就到这里了哟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耶、yeah! ！我爱在卓然哦 ，Go Go， 拜。